留，这次相聚铭记心头，今后的路要常伴左右。我压了，我压了。感谢所有相伴后的朋友，我感谢你们默默相守，感谢携在一口风雨同舟。来，家人们，把公屏给我滚动起来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啊！啊，他摸到了啊！这个叔叔好像摸到东西了啊！好像摸到东西了啊！咱们不能用手啊！咱们一定不能用手啊！我们一起加油！让一下。来，直播间所有的大哥大姐叔叔也看他能不能回到正道上面去啊！来，大哥抬头，咱们抬头啊，可以了，不要动啊！啊，对。感谢现在以后风雨同舟，咱不要动啊，来继续挑战，咱们可以了就放下去，对啊，可以了放下去。我相守，相信这次分别不是永久，期待下一次的聚首。来，家人们，有没有人觉得他能放进去的奇迹能不能出现的？猜一下啊，觉得能不能放进去？来，来，家人们，把公屏给我滚动起来！直播间所有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，来，叔叔啊，这样听我口令，来，站着不要动啊，不要动，啊，可以。觉得差不多了，咱们就晃啊！就觉得挑战成功了，就晃了，不要动，是不是？来，可以了啊！来，阿姨把那个小朋友带到边上去玩啊！觉得差不多了就晃啊！对，来，家人们，每个主播点关注的点个免费的关注，好吧？直播间所有大哥大姐叔阿姨，左上角点个免费的关注。谢谢我用户姐姐给的真好看啊，可以了不？可不可以了，叔叔？来，觉得可以，觉得可以了不？觉得可以了，咱们就放下去啊！来，带开一点，把小朋友带开啊，小朋友啊！来，家人们。你们说话他能听见的哈，这里他能传过去的哈，他戴着耳机只有单向传声啊，他能听见，所以说啊，家人们啊，你们千万不要讲话，叔叔阿姨大哥大姐，你们一讲话他就能听到的啊，咱们可以了就话，咱们啊啊，在这里是吧？哎，不要动了，对，啊，咱们起来，好嘞，来这样啊，咱们给他个惊喜，来家人们，给这个叔叔一个惊喜啊。看一下，咱们方向都搞反了，欢迎我蓝天大哥，欢迎我老大蓝叔叔啊，来啊，虽然没有挑战成功，咱们也高兴啊。来，家人们啊，啊，没有办法，没有挑战成功，咱们就直接有请下一位哈，欢迎我大哥，欢迎我老大，欢迎我老大，谢谢老大灯牌，谢谢老大灯牌，谢谢老大。来，叔叔把耳机给我啊。来，家人们，我问一下，你先站在这里不要动，家人们给不给这个叔叔机会再来一次？有没有人给机会？给不给机会，家人们？啊，
样啊，家人们，啊，这样哈、啊，咱们不强求，直接有请下一位，来，下一位挑战者，咱们不要站中间，来，小朋友站边上去啊。来，姐姐们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中间啊，把这个位置给我腾出来。姐姐来是不是？来，戴好眼罩啊，姐姐来，先戴眼罩。咱们不要在中间来，来，小朋友走开啊！听话，叔叔请你喝水啊！不听话，咱们打屁股啊！开玩笑了啊，家人们。来，姐姐戴好眼罩。来，叔叔，咱们不要站在中间啊！咱们把眼罩戴好啊！先戴眼罩，来，姐姐。来，我给你戴啊！看姐姐能不能挑战成功。啊，可以了。来，姐姐，看一下姐姐。来，家人们看一下这个姐姐能不能挑战成功啊？姐姐，你选择拿米还是拿油？拿面来扛起来，听到音乐咱们原地踏步十秒钟啊，来想起来踏步十秒，爬起来，姐姐咱们一定要慢，不要那么猛啊，来，不要那么猛，姐姐啊，还有五秒，五四三二一，慢慢走，慢慢走啊，来，家人们，差一点啊，是不是差一点，家人们，说实话真的差一点啊，走得很准，发现没有，来，这是方向变了啊，来，家人们，有没有人给这个姐姐机会，想让她带走这袋米的，来，家人们，有没有，有没有人，来，家人们，看一下有没有人给这个姐姐机会啊！直播间现在多少人？500号人，家人们，给不给这个姐姐机会？给的扣个一啊！给的扣个一啊！我看有多少人？就一个，就大哥一个人，两个，我的个天！500号人就两个人给机会，那么直接有请下一位，好不好，家人们啊？三个人。再试一盘，听到没有？姐姐说再试一盘，再试一下。来，家人们，这样啊，各位家人们，啊，支持他，咱们给个小心心，行不行？啊，给主播来个小心心，家人们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。啊，各位家人们，有哪些姐姐想给他机会的？家人们，有哪些大哥想给这个姐姐再来一次机会的？给个小心心。啊，我拦姐，是不是？来。咱们不要站在中间来，来，叔叔，咱们靠边啊，就这样啊，不配合主播的，咱们你想来我都不给他玩，他想玩我都不给他玩，行不行？说话说话，来，家人们，对不对啊？咱们这个环境很重要啊，所以说姐姐给你机会，带好，给个机会给他，来，我姐姐说给个机会，来，家人们，是不是来看一下这个姐姐能不能啊？看一下这个姐姐能不能放进去？来，姐姐，我给你带。你们觉得她这次能不能放进去，家人们？你们觉得能不能放进去？把握不大。来，姐姐，我来帮你调整一下。来，你让一下叔叔啊。看一下这个姐姐能不能放进去啊？来，姐姐，我把音乐先关掉。感谢所有。
原地踏步，弹起来，把米放在你手上。来，家人们，看一下这个姐姐能不能放进去。来，听我口令，姐姐，退后半步，退后，退后，对，可以了。原地踏步，弹起来，姐姐，弹高一点。我这个天，来高一点，高一点，来高，高一点，好，可以，我现在走，姐姐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动啊。我问你这个眼罩弄一下先，来吧，姐姐弄一下先，看看能不能挑战成功啊！来，姐姐，好，现在可以往前面走了，走！来绕一下，边上的大哥大姐出来以后，咱绕一下啊，咱们绕一下，走，绕一下。你放进去，你去扛一袋米给他哥哥啊。